今天看看这个村内游缩减成啥样。Hello。你来了，洗手间在楼上，你自己上去弄一下吧，我先敷个面膜。怎么的？你先上去吧，我敷完就上去。这女孩这屋是不一样哈，哎呀，沐浴露是吧？洗发水，我操，手巾都给我预备上了，真贴心啊！啥意思啊？啥叫有人啊？我操，怎么还有别人呢？这是喜事儿吗？这是诚信，我今天必须得看看这人谁啊！这怎么完了吗？这不交代着呢吗？我懵了，哈喽啊！就他妈你跟我抢活是吗？我他妈不叫下班，什么活儿？这都什么活儿啊？啊！你问我什么？于白，哈喽，你朋友？哎，行，就是漏点水，修完了，换个管就行，八十吧。什么玩意儿？袜子这是啊？啊？这是套。干啥的？打游戏用的。打游戏用的。你说你来也不吱一声，我还以为修水管到了呢。就是我记得我说话了，我当时啊。我当时说多清楚啊，你忘了？那是我这个错误理解了。你脸上啥了？就是字面意思。我信了。信了。咱俩一会儿看电影去。行，那我去穿点衣服去。啊，行行行。真白呀，不是，真尴尬。于白。啊。楼上又漏水了。